所有兄弟大家好啊，给大家录一个齐齐哈尔大烧烤，喜欢吃烧烤的兄弟们顶起来啊，吃齐齐哈尔的兄弟们也给我顶起来。饭店的名字是99170088，据说那里的味儿做的哎绝了，正。我是帝王娱乐小九幺，来到了齐齐哈尔，你他妈必须吃烧烤。老头老太太、年轻小伙和美女都说味儿挺好。走进一家烧烤店，里边的人是真不少。这边吃着烧烤，那边还有个大汉在抠脚。我说大哥，你先把鞋穿上，这味儿受不了。大哥说，我在给我自己做足疗，最近肾不好。牛逼呀，大哥！走进屋，找了个靠门的座，别说屋里还挺热。这时候走过来一个服务员问大哥，你想吃点啥呀？今晚烧烤，我不想吃别的。给我来盘羊肉，筋的巴脑，十串板筋，我不要辣椒，三串柴油，给我串毛蛋，一盘土豆丝儿，我要凉拌，烤两串鸡头，我不放麻油，外加一串洋辣子球，茄子和地瓜拼成一盘，再来盘酸菜，两串鱼丸，两串腰子和十个心管，两串鸡胗和三个鸡心眼，六瓶啤酒，搂着两掺，喝底不爽，我不买单。一看服务员有点出汗，我说别的不要，再来头蒜。这时候走过来两个美女，我说美女过来，咱们一起简单的吃一会儿，正好缺俩八字老妹儿。老妹儿直接走了过来，我一看脖子挺黑，脸挺白。老妹儿说再来两瓶大散白，那么喝完咱就嗨起来。我说哪个酒吧任你选。这个老妹儿还挺腼腆，说今晚不想去酒吧，咱俩找个宾馆，啪啪啪。我真高兴，我是真心高，我这个老妹儿还挺骚，吃个饭把妞泡，这种感觉真奇妙，不错啊不错啊，味道好极了哟，我们美国话叫外围不打。我贼高兴，喊起了服务员，又喊起了服务员啊，兵哥呀，兵哥，服务员哥开吧，再他妈给我20个串，外加3个打包袋，九幺我就是这么有范儿，业务来自刘子52。齐齐哈尔的兄弟们，给我顶起来啊！你这是不是刘子52？别胡椒转接了啊！好了，兄弟们。